王老师说啊，我第一轮的票数是第二，第二轮一下就跌到十名以外了，不正常，肯定是有人找了评委做了工作。我说你也帮我好好说说，他说他干不了这事儿，但是他告诉我了几个关键人物的名字。所以你就找了人家做了工作，带着礼物，要不人家为什么帮你啊？是文无第一，见仁见智，但是最起码的客观标准有没有啊？我的诗啊，明显的比那些所谓的个人写作好太多。新的东西不一定就是好的，特别是那些为新而新、徒有其表、形式上的新。啊，赵赵，就诗歌来说，你不算是外行吧？你给我判断一下，我今天中午的早餐是油条和豆浆，把一句大白话没有内容、没有内涵断开行就是诗了吗？诗歌要这样走下去，那就是诗歌的堕落。为了得奖给人送礼就不是堕落了？是堕落，高尚的堕落。